报文会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届第一会及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7日星期二中午12时1分至九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邱委员、太委员等18位，主席光文碧林。报告事项依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一会及第四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本院第十届第一会及第八次会议议程未审定，依民进党党团提议无异议通过，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二、请愿案件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规定，共80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有异议、无异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如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前台登记。好，来。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17日星期五及21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五委员杨琼英等拟具《农民退休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农民健康保险条例》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护理人员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六至九委员洪孟楷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二案，民用航空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噪音管制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委员陈林飞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报应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一、十二委员林楚英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企业并购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十三、十四委员李坤泽等拟具《老人福利法》、《志愿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五委员吴玉琴等拟具《原住民族健康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十六委员郑明忠等拟具《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十七委员叶玉兰等拟具《政治现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八至二五委员罗美玲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二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三委员会审查。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内政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行政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六至三十委员苏志芬等拟具国家公园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农民退休除金条例、电业法、水利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职业安全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一三二委员刘建国等拟具《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沈发慧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四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噪音管制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五三六委员高嘉瑜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七三八委员赖瑞荣等拟具《政党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渔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九四十委员郭国文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四一至一八六，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农委会、教育部、文化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金管会、内政部、交通部、卫福部、劳动部、环保署、国防部、司法院、中研院、科技部、国发会、通传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八七至一九零，农委会、国防部、内政部等函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九一至一九三，教育及文化、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事项业余处理，完全请查到案。一九四至一九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等委员会等函为行政命令已予审查情形，请查到案。一九八至一九九，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请查到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一至四委员陈淑月等拟具《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经济商品标示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五六委员黄世杰等拟具《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公民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委员高嘉瑜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八至十委员周春明等拟具《民法》《民法总则施行法》《民法亲属编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一委员林黛桦等拟具《外役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二、十三行政院函请审议《农田水利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十四、十五，行政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十六至十八，内政委员会等函为院会交付事项也已经处理完竣，请查案。十九至二二，经济、外交及国防等委员会函未予以行政命令审查，请查照案。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二三、二四，委员吴育丁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洪孟凯等拟具侵害个人性隐私影像防治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二六、二八，委员林德夫等拟具预算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二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九，委员陈超明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是委员谢依凤等拟具农民退休储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三一至三五，民法、行政程序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水利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三六至四三，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反渗透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人民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质询讯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不复，宣读完毕。好，报告文会，报告事项没有委员登记发言，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通过。现在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条文修正案等案，议事处增列部分；二、财政委员会2019年度附属单位预算审查报告，并中华民国201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讨论案。三、税捐稽征法条文修正案。四、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条文修正案。五、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条文修正案等案。六、国土计划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七、请本院作成如下决议：政府应立即发行更改我国护照封面及个人资料页国名为台湾之新版护照，以供民众使用原版或新版护照，是否能请公决案。八、建请本院作成决议如下：指使全球疫情蔓延之紧急时刻，为避免造成防疫缺口并降低本院感染风险，本院全体委员应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措施，自我约束，于全球疫情未缓和之前暂停所有出国行程，是否能请公决案。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洪委员申案发言。好，谢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讨论事项，你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八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列案顺序及内容，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代为宣读。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讨论事项，你请列案顺序如下八案：一、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修正案等案；二、国土计划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三、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条文修正案等案；四、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案等案；五、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修正案等案；六、中华民国201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七、建请本院作成决议，应立即发行更改我国护照封面及个人资料页国名为台湾之新版护照，以供民众选择，请公决案；八、本院民众党党团建请本院尽速依据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之规定，于本会期完成修宪委员会之组成，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第二位请陈娇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六次程序委员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好，请宣读。本院民众党党团建请本次会议所提增列讨论事项一案，建请本院依照修宪委员会，对不起，更正重新宣读如下。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六次程序委员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一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本院做成决议，交通部应积极推动短中长期之华航证明。一，长期以来，华航经常被误认为是来自中国之航班，导致国人在国际旅途上的不便。此次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19 期间，各国禁止中国航班时，华航亦有被误认为中国籍航班之情况。推动华航证明，让国际清楚标示台湾是台湾2300万人的最佳利益。二，近期台湾捐赠口罩至各国，以 Taiwan can help 的英文布条向国际社会发声，但华航飞机上的 China Airlines 却让国际媒体误以为口罩来自中国，对台湾损害甚大，显见华航证明的迫切与必要。三，考量国际政治现实，交通部应规划短中长期之华航证明计划，短期应以不涉及改约航权谈判的飞机涂装取消或极小化 China 字样，并加注台湾或台湾地图标示，更改华航英文译名来推动。中长期应研议华航证明的各项方案与配套措施，推动实质推动华航证明。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下位请高鸿安委员发言。好，主席好，各位委员好。那目前社会各界跟朝野政党其实对于下修投票年龄呢，都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而且已经有四个朝野版本复委，但是院长迄今仍未召集朝野协商来讨论组成修宪委员会之事宜。为展现本院积极回应民意要求，建请将本党团已提请本院组成修宪委员会一案，还有本次会议所提的报告事项增列提案，列入第九次院会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以上，敬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好，不用宣读了吧？好，好，谢谢。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先提案先处理。请问对洪胜浪委员提议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好，所以这个时代力量跟民众党的都要放进去，对不对？好，这时代力量，好，那就要好要修正的，好，你修正。好，所以结论是无异议通过，对不对？九案，好，加一个，好，无异议通过。好，讨论事项修正通过。本次会议结论讨论事项总数内容及顺序已经确定，其他没有其他提案呢。OK， 好。今日议程，今日议案所列议程，今日委员会通过，授权议事处删除。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文院审查者五案。二一，请院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诉讼之事项者两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23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有无临时动议？
好，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大家，谢谢。